冬梅姐，你看看想吃什么？我不会点，你随意吧。We'd like to order two steaks, cooked medium, and two fresh scallop with goose liver plates, and the wine which I stored here. Thank you. Sure. Thank you, madam. 今天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怎么会突然来美国呢？是华山医院的考察团吗？我换工作了，在永康医疗器械公司，这次来是买设备的。美国的医疗器械水平啊，一直都很高。老实说啊，咱们国内呢，差不多10多年才能赶超得上，是应该多多学习，多多引进啊。而且这个对改造我们中国的外贸体系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不读什么体系，只是希望公司发展的好。 冬梅姐，如果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尽管跟我说啊。好。Thank you。对了，四眼哥现在跟你怎么样了？四眼，他跟我求婚了，他想让我嫁给他。太好了。 祝你们永远幸福，白头到老。谢谢。这个酒应该挺贵的吧？其实我更喜欢老娘舅酿的那个米酒，比这个更甜。是啊。现在。 大家都挺好的吧？都挺好的。对了，孟磊，海英，他也换工作了，不在静安所，在一家金融类的公司。这个公司可比静安所好多了。你也知道海英这个人，能干得很。那就好。 希望他一切都好。你呢，孟雷？在美国挺好的吧？啊，我都挺好的。孟雷，我祝你幸福。我们都要幸福。 项目你好了吗？他们的主席代表已经同意了咱们合作，只要公司一立项，马上就能推进。嗯，很好。一定我说啊，如果这个项目由我们广汉注册的话，我保证你们的产品一定能够推。喂，喂，赵海英，苏总，你的方案完成了吗？我可提醒你，试用期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了。您放心吧，那个方案我一定如期交上。那就好。 冬梅姐，你付费了，应该的。哎呀，美国没去成，吃是美国巧克力也不错啊。谢谢参谋长啊。张科长，你可是挤兑我呀。哎，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昨天刚到。给，这你的。还有礼物呢。小礼物。哎呦，最爱吃巧克力了。姐，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啊。哎，姐，你上次给我打电话说有事请我帮忙，什么事儿？哦，对，我们单位的设备买是买了，过两个月就寄过来。 不过这个建厂房的钱，银行都审批过来，就下不来。现在韩总都焦头烂额了。我想，你们不是搞金融的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啊？正好我也能立个功。哎，海燕啊，就当是为了我跟你姐的工资，帮帮我们。贷款那边出了什么问题了吗？现在情况是这个样，经纬呢，这个事儿已经批下来了。 银行在走程序，但这个程序时间太长了，至少得半年。你说万一这设备过来了，存在岗上的库房，这天天就是烧钱呢。是啊，这厂房建不下来，东西到了
也没地儿用啊。哎呦，杜林，那杜丽不是在人民银行吗？是吧？坐下，拍死我！你以为没想过呢？你说杜丽跟他关系好，还是跟你关系好，还是跟我关系好？也对，拿去公关一下。可拉倒，公关我吧，你快点。杜丽，哎呀，姐，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应该问题不大。喂，海洋。啊，国企技术改革，这是好事啊！啊，我们银行这边肯定是支持。行，这样啊，你让祥子赶紧去准备材料，我找我们银行信贷部主任，把情况说一下。行，放心吧，应该没问题。啊，那就谢谢您了。好好，感谢感谢。啊，您赶紧去忙吧。好，好，麦总。太好了，这不，没几天银行就把贷款给发下来了。哟，不对啊，这个额度怎么会这么少呢？啊，韩总，是这样，那个现在正好是国企改革的高峰，这所有企业都跟银行借钱。我同学说了，这放款日可以提前，但这额度不能再高了。哎呀，真是捉襟见肘啊！这点钱只够盖厂房的，流动资金、购买设备，这些钱从哪来？让人头疼啊。韩总，要不我找我弟弟商量一下呢？赵海英。来，大家把手里的工作先停一下，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经公司考核，黄斌在试用期间业绩突出，表现优异，从今天起就成为广汉的员工，大家表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啊！晚上请大家吃饭啊！大家都来。好好好，好，来来，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啊！好。黄斌，杜海。哎呀，不能在一起共事了，以后常联系。嗯。赵海英，徐总找你啊！什么？徐总找你，快去啊！进来吧。啊，小赵，来来来。你找我？我看了你的这个提案，感觉不错。我觉得呢，永康这个项目可以立项，不过最终能不能成功，还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徐总，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项目可以跟进，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只是有些意外，因为刚才苏总监已经取消了这个项目。我早就听我哥哥说过，他有一个几多学生，问题多，麻烦多啊，要求也多。看来你是名不虚传啊。徐总，您是徐静之的弟弟。哎呀，这太巧了。其实啊，我早就知道。你是我哥哥的得意门生了。啊，徐总，您是不是因为徐教授才答应办成这个项目？小赵，你看看这四个字：诚信铸金。这是我们徐家的祖训。这四个字。是我太爷爷亲笔写的，这幅墨宝后来传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又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最后把它传给了我。诚者天之道也，信者人之道也。我父亲告诉我，效法天道，追求诚信，做生意是这个道理，做人呢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判断一个项目的好坏，就是用这四个字。我能采纳你的这个提案，那是因为我看到了它的意义，而不是什么人情。徐总，谢谢你。小赵，说实话，
公司里不缺有头脑的人才，但是胸中有格局、眼光长远的年轻人却是少之又少啊。我在你的这个提案里面，我看到了你的格局和你的眼光。徐总，我曾经在永康做过临时的销售员，对那儿非常了解，只是那会儿永康还没有改制。我知道啊，永康是一家非常有潜力的公司，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原因。嗯，方面，祝贺你啊，好好干啊。谢谢。哎，这个赵海英走了，怎么东西都了呢？总监，海英没走，他好像是被徐总叫到办公室去了。徐总办公室？永康这个项目最重要的就是产品的升级换代和国产化，这点小赵你抓得很准。徐总，您知道现在在国内很多的产品都在滞销，反而呢他们却花大价钱去引进国外的产品，所以政府主张企业的国产化，而永康恰恰抓住了这次契机，大批量引进了美国先进的设备，学习了他们先进的技术。是，虽然投资比较高，但是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结构会有质的飞跃，会有很大的改观，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属于我们中国自主的品牌。没错，我们国家这个医疗器械行业啊，设备都太落后，所以他们的产品太粗糙。永康医疗器械这步棋啊走得太好了。进来。哎呦，您看啊，你来得正好，我呢正在跟小赵谈他的这个提案，这个东西可以再做一些深入的考察。这个项目我不是已经否掉了吗？怎么会出现在你这儿？赵海英啊，徐总，对不起啊，我没有管好我的下属。这个提案我之所以否决，基于两点。第一，我们公司没有和国企合作的先例。第二，这个项目回报低，偿还极长，这都是明显的缺陷，这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你看啊，你说的这些情况呢也确实存在，不过永康这个项目我觉得有它的特殊性和中远期的价值。这样吧，这个项目的考察由你来负责，让小赵再去这个永康医疗器械做一些深入的调研，在这个项目详细的计划没有出来之前，先不要急于否定。好，徐总，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张海英，我们俩是不是应该商量一下？小赵，用心做。不客气。关上门。苏总监，作为一个新人，敢越级上报情况，你是不懂规矩呢，还是太有心机了？我的项目被总监否了，没通过。或许我还能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去交给徐总，但是能不能成就看你的运气了。苏总监，我想您误会了，事情不是。你记住一点，在我面前装糊涂的都不是什么聪明人。我看过你的履历，你在永康医疗器械厂干过。你告诉我，这个提案你有没有私心？说实话，对永康这个项目我确实有私心，因为一直以来我对永康都有愧疚，我以前在那儿工作过，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我绝对不会干损伤公司利益的事情，而且徐总对这个情况也有所了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永康这个项目确实是好项目，但是永康的韩总到今天都不肯原谅我。不肯原谅你？你什么意思？总监，其实我还想求您，由于韩总对我的意见，我怕耽误了这个项目的促进，
您可不可以换人来完成这个项目？我们投资部每个人手里都有工作，而且这个项目是你亲自提交给徐总的，所以你是直接负责人。我想过了，这个项目的考察和调研都由你亲自跟进。行了，出去干活吧。你怎么又来了？韩总，我知道您最近工作忙，上周给您拿那些资料您肯定也没时间看，所以我亲自跑来跟您聊聊。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不会跟你们广汉有任何合作的，请你回吧。韩总，我跟你说啊，我们的设备三天以后就到达港口码头了，我们要加快进度才行啊。韩总，工人们已经连续下班了，最快也要半个月才能完工。半个月？你开什么玩笑？知道港口一天租金多少钱吗？如果我们的设备停放时间太长的话，已经够我们重新装修一下仓库的了。韩总，我在想办法，快去。韩总，你看现在永康需要钱，而我们广汉呢又是搞信托公司的，现在能救永康的就只有我们广汉一家。行，你不要再说了，请你回去吧。韩总，哎，小林怎么样？厂房隔出200平米区域做食堂，可是我们的钱还没到位，现在窗口建不了。建筑公司的负责人问您还要不要食堂这块面积了？要，当然要了。200平方米怎么能够？至少得300，跟他们说钱不到位也得先做。好，我知道了，韩总。韩总，您听我说。如果您是对我赵海英个人有什么意见，我可以换个人过来跟您谈。您为什么就不能给永康和广汉一次合作的机会？这样会对我们两家公司都有好处啊。小伙子，几年都过去了，你还是老样，一点都没变。我现在只想送你四个字：自以为是。哎，韩总，怎么就这么重？哎呀，这说好来家里吃饭的，怎么没来？是啊。哎，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海英，不是说好来家里吃饭，怎么没来呢？啊？哎，你一个人在这发什么呆啊？诸事不顺，一言难尽。什么事儿比吃饭还重要？来，给你带了点糯米糕，先吃起来。我听说你现在去永康了，还吃了个闭门羹。嗯，怎么了？公司出事了？哎，你不是说项目已经启动了吗？还是客户不愿签字啊？说到重点了。哎，海英，要不我帮你去问问吧。对。哎呀，算了吧，你才刚到永康，脚跟还没站稳，我怕别人说你闲话。我还得去会会这个韩耀强。这现在呀，国有企业不愿意跟民营企业合作，民营企业呢又不愿意给国有企业投资，都这样。韩耀强是真要强啊！哎呀，大爷。这都过去几天了，总监，希望您能再给我几天时间。我给你透个底吧，黄斌那边的项目已经到了谈论合同条款的阶段，可你这边半点进展都没有。徐总要是问起来，我可没办法交代。别怪我没提醒你啊，项目完成不了，照样要走人的。你放心吧。说，苏总监一直在为难赵海英，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恩怨啊？要我说呀，赵海英遇到的问题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又没有人逼着他自己选这个项目，还不是自己能力不行？能力有问题，会让徐总直接拍板。哎呀，我看啊，黄斌，还是你运气最好了，
能够顺利的拿到乔巴公司的资料。这幅画是非卖品，我知道。那你让我见见作者本人，行吗？我就是作者。太好了，你知道吗？你画的这幅画，小女孩的眼神，就像我小女儿的眼神一模一样，还有她的坐姿。只可惜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夫人，这样，您先去那边坐一下，我们慢慢聊好吗？我去给您倒杯咖啡。您先喝杯咖啡。徐小姐，谢谢。啊，您稍等我一下啊。您去忙。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怎么会啊？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抽不出功夫。今天特意来，过来向你表示祝贺啊！哎，花篮实在是买不了了，买个果篮是个意思。你先坐会儿啊，我这儿有客人呢。夫人，您刚才说这幅画让您想到您的女儿。是啊，啊，对不起，我刚才太唐突了。不过我看到那幅画，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没有打扰到您吧？啊，没有。我能冒昧的问问您，为什么这幅画能让你想起您的小女儿？她得了白血病，去世了。您能把这幅画卖给我吗？啊，对不起，这个。对不起，我是想说，我可以出高价钱来买这幅画。啊，这不是价格的问题，这幅画对于我来说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您真是我的知音呐。您女儿发生这种事情，我也很遗憾。我从小失去母亲，所以很多事情都要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对我来说，这幅画是一种鼓励吧，所以。我并不打算卖掉这幅画，对不起啊。我明白了，如果你改变主意了，请你给我的丈夫打电话。这是他的名片。啊，永康医疗器械公司韩耀强，韩夫人。是啊，好的，再见，徐小姐。您请留步吧，我希望您再考虑一下。啊，您慢走，再见。是广汉公司的赵海英。啊，我听我丈夫说起过，不过我真的帮不了你什么。啊，
我想您是误会了。我知道您女儿的故事，我想告诉您，我能帮您拿到那幅画。那就不必了，我不想夺人所爱。你跟韩夫人认识啊？不算认识吧。哎，觉得我这儿怎么样？挺好的呀，很有艺术气息。喜欢就多来坐坐啊。哎呀，像我们这累死累活的拼命工作，哪像徐小姐这么惬意、啊、我听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好吃懒做呢？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开玩笑的。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什么幽默感。嗯，看出来了。哎，徐小姐，这韩夫人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幅画？对啊，她好像很喜欢这幅画。我听说她有个小女儿，几岁的时候就因为白血病去世了，所以她才……她刚才跟我说了，你怎么知道啊？啊，我这不是想把他们变成我的一个客户吗？对他们有些具体的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啊。哎，你不是在静安所上班吗？怎么跟永康医疗器械公司打上交道了？静安所的工作我辞了，不干了。我现在在广汉上班。广汉投资有限公司。对呀、啊、哎，徐小姐也知道？怎么，那边有你的熟人吗？没有、徐小姐，我想冒昧的问你一句，这幅画啊，你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什么呀？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送给韩夫人，分文不取。真的假的？你可别跟我开玩笑。我长得像开玩笑的吗？哎，徐小姐，徐小姐，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怎么感谢你啊？我是有条件的。啊，这么着，只要我赵海英能做得到的，我什么都答应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哎，今天既然来了，就什么都得听我的。好，听你的。拿着。哎，拿着。来。哎，走吧。哎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玩过。徐小姐，这不会就是你交换的那个条件？嗯，我明天就让人把画给你送去。真的？骗你又没钱赚。就这么简单吗？啊？要不你再陪我玩一次？哎，别，徐小姐，真不行，我心脏不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来游乐园玩，我爸我妈就带我来过一次，再也没来过了。你现在长大了，可以带他们来玩啊。我妈早就过世了，我爸又结了一次婚，哪有空带我来呀、啊、那幅画应该留给更珍视他的人，也许这就是那幅画的宿命吧。谢贷款的审核报告都已经提交两个多月了，怎么迟迟不见消息啊？我说句老实话，我这里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韩总，不是我们贷款部不想放款，是排队贷款的企业太多了，我们得一个一个审，一个一个来嘛。不灵，我们在银行的记录那是很好的，这个不用我多说。我们厂改制之后，新厂要建，设备要更新，这需要很多钱，你们贷款迟迟不放款，我这一天天急的是热锅上的蚂蚁啊。韩总，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这一天呢，要接几十个、上百个电话。这浦东开发到处都是资金需求，我们还得按照制度审吧。哎呀，你这事儿吧，我还真没办法给你个准信儿。等审核通过了，这就快了。老林，哎，韩总，我还有事儿呢啊，再见。喂，老林，进来。韩总，经不觉招商办又打电话来催了，希望我们尽快办理土地使用手续，他们希望我们明年就能投产。我也着急呀，钱钱钱，信场投资到处要用钱，你说他们银行半天不放贷，我有什么办法呢？其实韩总，金融公司信托融资我们也可以考虑的。行了，你别说了，我信不过他们。韩总，行了。谢谢你，这幅画我相信我丈夫会很喜欢。只要你们喜欢就好。对了，这幅画你花了多少钱啊？啊，这幅画不是我花钱买的，是这个画家让我转送给您的。不会吧，我和他并不熟悉啊。是这样，于老师，他认为这幅画应该属于更珍视他的人，所以他就让我把它给你送来了。请你转达我的谢意，我会好好珍惜这幅画。哎，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于老师，我回来了。您留步。哟，韩总，赵海英，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是专程来给于老师送画的，没跟您打招呼，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幅画怎么回事啊？这幅画是我在画展看到的，我特别喜欢，而且这画上的小女孩特别像我们的小女儿，但是她是非卖品，给我送过来了。请坐吧。赵海英，我真没想到你在这件事情上这么执着。今天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们永康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所以我们暂时不考虑跟你们广汉合作，请你还是先回吧。韩总，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广汉和永康的合作，我真心希望永康能为广汉打开一扇窗，看看两家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这对永康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啊。我们还有上级主管单位，你把问题实在想得太简单了。韩总，合不合作我们暂且不谈。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一件事情。当年您给了我那么好的一个工作，我没有珍惜，我对我那时候的贸然行为向您表示道歉。我是学金融专业的，金融是我的梦想。韩总，我希望您能相信我，我是个有担当的人，也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我，行了。当年发生的事情，我说句老实话，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挺有想法的。不过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但是跟广汉合作这件事情，我考虑的比较多，毕竟我们是家国企。还有，你把广汉的资料拿给我看了，他们广汉呢，的确是一家有实力、有远见的金融公司。这样吧，海英，是否与你们广汉合作，你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谢谢韩总。浦东现在并非是一块荒地，沿黄浦江岸已经建立起了上千个企业，发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等等，电信公路也都建设起来了。我们估计啊，三年内浦东的基础建设都比较完备了，估计包括我们要建成现在正在建设的两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和一个快速环形公路系统，外高桥的大型发电厂和其他的建设设施呢都在加紧的建设中。三年左右，浦东一定会成为发展工业和各种产业比较理想的地区。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大项目放进去。曾会有一些人对他有怀疑的眼神，也会有一些人给他鼓励。
下振奋，坚定的人们为他打开未来的大门，让他变得更加美好，是我们的责任。